说是这样的，不要为了选票，你知道吗？出卖自己的这种学术良心的，这个根本就不负责任了。像你怎么看那个丁守中在脸书上骂你说砍重阳敬老金，制造时代对立？是这样的哦，丁守中自己也是留美的哦，他也在台大教过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明白问他嘛，就说哪一本社会学的或政治学的教科书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他们支持这种齐头式的社会福利。所以这样的，不要为了选票，你知道吗？出卖自己的这种学术良心的，这个根本就不负责任了。